赏他一两银子，说他唱得真好。还赏他银子？怎么？他在劝客人不要抽鸦片烟，说抽鸦片烟怎么怎么的坏处。嗯，是吗？我叫他来唱歌是替我们招来生意，怎么他倒破坏我们的买卖？哦，这孩子他不想活了吗？你在唱什么？哦，我唱卖糖歌呀。你欺负我不动吗？他唱的是不是劝你们不要抽烟？嗯，对了，他说我们再抽烟就不是人，是个鬼。什么？你敢骂我们的客人？是地狱，就是骂我们都是鬼呀。哦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你敢骂我们，看我打死你。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女孩子啊。欺负怎么样？我不答应。不答应？不答应怎么样？我要打你。打我？我是洋人呐。你敢打我？哦，你是洋人，我就不怕洋人。烦了，你们快来，把他抓到官府去严办。怎么来了？这位是？他是我的朋友，因为在城里出了一点事，想到这儿来避一避。那么里边坐吧，里边坐吧。这个深山里面只有我外祖父一个人住在这儿，从来也没有外人来过。你现在可以放心了。是是，我很不安，要到这儿来打搅了。不要客气。凤儿，他在城里出了点什么事啊？爷爷，您过来，我跟你讲。哦。这个玩意儿，是的。那么你要劝他戒掉才好啊。是的，爷爷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这儿只有白饭，可没有黑饭呢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别装好汉了，你的神气我还看不出来吗？瞧你这可怜的样子，还能做什么事呢？你放心好了，
我等一会儿到城里去替你找点药来代替代替。那太辛苦你了。哦，不过你好快点。你瞧你还说不要紧不要紧的呢，真是。完了，你把这点东西给了我吧。大哥，爸爸留下来的东西这是最末一件了，你要拿你就拿去，不过你不要再出那些害人的东西了。你拿我的药去试试看，我的药是治过好些人都很有成效的。二妹，你正傻呀，你爸卖房子分下来的钱干这种无聊的事，还要住到这尼姑庵里来，真是丢我们张家的脸。用戒烟丸是救人，是做有益的事。你呢，把爸爸留下来的产业通通塞进了鸦片烟斗里，变成了烟灰、烟油、烟渣子，你才丢祖宗的脸。我没有功夫听你这些废话，咱们走着瞧吧。好的好的，秋月，你去拿一瓶药来。是啊。小姐，你就是什么呀？你就是因为救苦救难的光世音菩萨。不敢不敢，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很想有人帮助我把这个药丸推广到各地去。我愿意尽我的能力来下来，你允许我常常到这儿来吗？那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我们需要同志越多越好，请你常常到这儿来帮助我。小姐，药丸来了。这药你先拿回药里面的房单吃，吃完你再来拿。是的，谢谢你。
真爱我，要听我的话。真是一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。娘儿，你把我折寿死了，你现在完全觉悟了吗？我以前真糊涂，我毁坏了我父母留下来的身体，我忘了国家兴亡匹夫没有之地骨血，我不走光明里的天堂路，反去敲黑暗的地狱，我简直不是一个人。你到底觉悟了，你总算没有辜负我一片爱你的心。八年你也爱我吗？不但爱你，并且我敬爱你。我敬爱你就同敬爱天上的月亮一样，黑夜里没有月亮就没有光明。我没有你就一辈子不得翻身，我不知怎样报答你才好。以前的事不要再去想了，你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你的前程远大，我的厚望无穷。从今天起，只要你重新做人，为国家效力，做点事情，你就对得起我了。好，你能这样鼓励我，我潘大年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人。我现在对月亮起誓，我跟你永久相爱，生死不离。我要把我的身体贡献给真的，因为变船的关系，明天就要动身。平儿，你姑老爷这次奉旨查禁鸦片，责任重大，你也要谨慎地帮助他，也不枉姑老爷对你的一番情谊。是。妈，您近来戒了鸦片烟，觉得身体比以前好点吗？现在福建的人吃了张小姐的戒烟丸，戒掉烟的人很多，女儿这次想请张小姐同到广东，把戒烟丸全部开了，一定有很大的功效。你的意思很好。女儿还要去拜会张小姐，现在跟爸妈妈辞行。哦，你多保重，你多寄几封信回来，免得我挂念你。是。哎，外面备轿。Thank you.
太太，请里边坐吧。张小姐的戒烟丸真灵，家母吃了以后已经完全断根了。我想广东地方吃烟的人一定比福建更多，如果张小姐愿意的话，我想请您跟我一同到广东去，我们老爷一定愿意见见您的。多谢您的美意，我当然希望我的戒烟丸推广到广东去，不过我不一定要跟您一同去，并且也没有去见您大人的必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。张小姐，我看您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您的事可以跟我说说吗？以前的事不必再提了，现在我有一封信，里面有戒烟丸的方子，请您带去交给林大人。您广东不去了吗？我去，您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来。我要到广东去，看着林大人把这害人的鸦片烟完全禁绝。好，这封信我一定替你带到。这一封信是谁写的？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位做了戒烟丸送人的张小姐，她托我带来的。真是一位奇女子，你怎么不跟她一同来？我倒很想见一见她。我已经跟她说过了，她说她马上就到广东来，可是她不愿意看见你。哦，太太，您知道这位张小姐她是什么出身吗？不知道，他们就是祖辈两个人，住在尼姑庵里，做了许多戒烟丸送人，家母就是吃了她的丸药断的瘾，所以我跟她认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东翁，这位小姐您从前见过？见过。哎，她就是从前张府台的小姐，不是跟您还有过一段呢？就是她。老伯，您从前跟我说过，张府台有位小姐要请您做媒嫁给他，他不答应，这位小姐就立志终身不嫁，难道是他吗？对了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他到现在还没有出嫁吗？没有，他还是一位老小姐呢。是我误了他的青春。他这些年来救了无数吃烟的人，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，比我们这种女子要强得多了。
回大帅的话，英国领事来求见。好，他来了。是。好，拿一棒。是。本大臣前天发出的谕帖，你们已经看明白了没有？哎，已经看明白了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天朝宽厚为怀，准你们称教鸦片一箱，赏给茶叶五斤，你们还不愿意吗？不过，贵大臣，要我们拒绝，能不能够免掉？不行，本大臣令出如山，你们一定要拒绝，以后商船往来，永远不许夹带鸦片，一经查处，过境没收，人际正法。那么，等本领事回报本国政府，再来回话。不行，限你三天，把所有的鸦片沿途照表呈报，不得有误。这个，送客，送客，送客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大帅，这个英国领事诡计多端，恐怕暗中一定有不法的行为。是的，听说伶仃岛海面还有时运沿途的事情，军们，是，请你马上传令，选派干员前去缉拿，本大臣奉旨查办，鸦片一日不绝，本大臣一日不回。是。管带有给军门请安，林大帅有令，听说伶仃岛海面洋人在那儿私运大批烟土，现在派你前去缉拿。是。据卑职知道，他们还勾结一般无业游民，在那狼狈为奸，卑职想改换便装前去调查明白，然后再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那么你小心一点去办。是。这两年来东飘西荡，到这儿来还不是想来碰碰运气？那么你就不想找点事情做做，发一点财吗？是，谁不想弄点事做，发点财？就是没有机会，再说也没有人肯帮我的忙。小潘，大家我们都是朋友，怎么会不帮你的忙呢？现在倒有一个发财的机会，可是很秘密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加入我们一起呢？
们二位既然看得起我，帮我的忙，我哪有不肯加入的道理呢？我们现在是办的私运鸦片的事情，我们的严老板就是伊利阿图，因为官厅查禁很厉害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暗地私运，这正是发财的机会。我们用人很多，您正好帮帮忙。好吧，承蒙二位这样的帮忙，真是感谢万分。只要小弟将来有一点好处，是忘不了二位的。哪儿忘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不必说客气话。对对对，等我们先到杨老板那儿说一声，你再去见他。好。今天晚上我遇上一件巧事。什么事？前天林大帅有手札到水师提督衙门，让提督派人去密查私运烟土的事，真巧极了。这件差事提督大人刚派饶了我。现在你可有机会替林大帅出力了。哦，还有呢，我今天在路上遇着了两个老朋友。谁？就是吴景仁跟张明英的两个人。他们俩也到广东来？你猜他们在这儿做些什么事？在这儿开烟馆吗？比开烟馆阔得多了。原来他们就是做那私运烟土的勾当。哦，他们不知道我在衙门里当差，把我拉到茶馆里去喝茶，要我跟他们走，做他们的帮手，还许了我很大的好处。那你遇着怎么办呢？明天一清早我去见林大帅，请他发兵。一方面我假意去跟他们合伙，那时候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你没有危险吗？为国家效力，还怕什么危险？那么拿住了那两个人是什么罪名呢？林大帅另处如山，